大家好，我是 Kason， 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个在屋企都简单整到的米料理。今天要请的是用了日本产调料做的鱼和豆调料饭。除了日本产米和调料，还有以下这些材料。首先用河米，最好用原水冲洗一次，因为米是干燥状态，会很快吸收水分。如果用不靓的水或者有味的水洗，就会吸咗啲味道。之后用手轻轻搅下，最细两三次，就可以缝隙收嘅隔水。洗干净日本米之后，依照电饭煲的指示加水，就咁喺电饭煲里面浸30分钟左右，之后揿掣开始煮饭。而家要做准汁，喺锅内加入味淋、日本酒，用中火煮一分钟至滚，蒸发做酒精。炖做之后加入酱油搅匀，将调料紫山用准汁浸五分钟，第二次丝装好米饭，铺上调料，用生食用的日本鸡蛋，自用入面蛋黄，放喺饭中间，加埋大叶丝同自助丝、白芝麻就完成啦。如果中意可以加埋 wasabi 啦，又软又烟韧有光泽的日本陈米，加上种汁叶果的调料，真的好好味呢。以上介绍的料理用了日本陈米，所以咁好味，大家都用日本陈米试下做啦。